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叫 Wan 啊，你们可以叫我说话也可以。OK， 我从2015年就开始有尿酸这个问题。刚开始中的时候不懂这个是尿酸，只知道是广东人讲的痛风。OK， 那时候痛的时候不懂嘛，就以为是好像这到脚那个脚红肿，没有看医生，一直忍了两个星期。但是忍了两个星期之后很痛，那个脚不能够动到地上，就没有办法就去看医生。看医生，医生也要吃了一两次，就开始没有痛了。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，一好了没痛了又乱乱吃东西，没有借口。好了两三天又再痛了，又吃药。但是陆陆续续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三个多月、四个月痛一次，吃药看医生吃药，慢慢进展到从2009开始的时候，就差不多一个月痛两次到三次，每一个月都会痛几次。每一个月，那时候本来是吃两三次药就不痛了，从到那个时候2009年开始，一个月痛三次到四次。痛的时候就吃药，痛的时候吃药，但是吃的药是分量多少呢？每一次吃药是一次是6粒，两粒止痛药，2粒尿酸，2粒消肿药。一天吃多少次呢？10次。哎呦，医生说吃3次就好了，但是吃3次后，晚上6点多过后吃了那个药，但是还是痛，变成10点多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再吃一次。曾经试过假期的时候，刚好药吃完假期了，没有药，那个诊所也没有看，就痛到全身吃到麻了，看这里。那么那时候你觉得痛到这么样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当时就在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这个病症？有什么办法？但是。曾经试过很多方法，看书啦，看 Facebook 啦，医生说喝椰子水啦，长期吃那个臭豆啦，但是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。曾经试过最严重的就是左脚开始痛，痛了第4天开始慢慢消痛，右脚也开始痛。所以上厕所，半夜上厕所是爬着去的。因为脚不能动到底，一动完就很痛，痛到眼泪流出来。刚才我听你说，你睡觉之前你是有吃6粒药才上床睡觉吗？对。但是都是不会止的，可能会在半夜痛到醒来。有时是痛到醒来，也曾经有试过2、3次，因为这个尿酸他会跟你说几次来找你，突然间你在工作当中那个手突然痛，跑来手这个地方痛。痛到要忍，忍到下班之后才去看医生了，但是都忍不了。那个手就是拿起来，因为血，通常我们手是用放下去嘛，血就向上跑。当你手拿起来是很难，比较难上嘛，但是也忍不了那个痛，就变成在2017年，我就遇到一位很冷。就开始介绍我这个MI 床这个电位疗法，我就在2017年5月开始用的时候头一两个星期，因为当时候他讲很多人用到很有效果，这个问题好那个问题好，当我用了2个星期也没有效果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但是在第3个星期开始，我突然间我的脚开始痛了。因为这个尿酸一痛起来的时候，你忍不了的，比你的牙痛更痛。我真的忍不了，我就吃药。但是很奇怪，我吃一次药的，我吃一次药的就没痛。之前你一天里面要吃3次至4次，但是最严重的时候是吃了8天的药，7天到8天的药，连续七八天，一天吃4次。用了 MLife 第3个星期后，虽然是有痛，但是4次1次就完全没有再痛了。哇，来，大家给一个完整的掌声，已经有感受。
那一次痛开始到现在，我的脚也没有再痛。哇，止痛药还有吃吗？没有，完全一个都没有再吃了。要出国公干，要去外国也不用带药了，也不用这么麻烦。因为曾经去外国工作的时候，突然间又痛又要去吃药，没有带药吃的话，要去买药，这个很麻烦。哦，真的。这里借你们掌声，谢谢我的儿子秘书。哇，真的，谢谢秘书。交这个交给我。那么秘书的话，你们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吗？最重要一个问题了，身体是你的，病痛是你的，没有人能够代表你痛，没有能够代表你的症状。如果今天你的朋友有跟你说介绍这个 MY 床给你的话，你去听了解，去了解些，慢慢为你的身体而着想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到了。